今天来到外婆家做客，外婆说她这个鱼塘都已经放干了，现在咱们带了个排叉过来抓大货，在这里发现一个拱包，你们听一下，硬是石，软是沙，不软不硬是王八。哇，果然有一只，咱们把它抓起来。这边资源特别丰富，稍后开启精彩的户外直播。进来10个人，有1个人点亮红心加个关注，我就很满足了。